稍等一下啊，前期的轨道。我想直接跳下去。完了，上去，还要排名，还有点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他就是那种性格。反正找一群帮他排，你看看我是不是领会了他的意思？他也是挺后期的舞蹈演员，不要往前走啊！不要往前走。我要这张。我认了。你算真的好。动物是哪儿啊？那是整个动物的。看见了吗？王俊凯挨着紫色衣服那个。哪儿？周笔畅斜下角。周笔畅是谁呀？姐，你周笔畅不认识啊？来，舞台上舞蹈演员，你们往后好吗？请你们往后。他们感觉好像第一张张艺兴没给照好，外边瞅瞅手机，然后让张艺兴又去找他重新拍的。哎，他们都在那会儿跟他们蹭合影。我家那小孩他肯定带着手机拍到他们的近距离的照片了，他在第一排，有用没用？保洁的人在哪里？保洁的人在哪里？请上下到中间来。哎，那个粉色衣服。舞台监督。